今仔日吼是自由来吼上轻松的一摆聚会啦吼，今仔所是咱的新春大摆大聚会吼，啊所以大家抱着真轻松的心情吼来参加这个联欢的春酒活动。啊，因是龙年啦吼，龙年本来是照咱的习俗来滴吼，是一个龙飞凤舞吼，龙凤呈祥吼，是一个足好年，啊所以以前大家要先龙啊囝。啊，是要生迄个生凤的，是要生龙子安尼哦，拢看清今年就对啦吼。啊，但是吼，啊，有一寡感受就是讲，今年天气变化较济吼，有影真冷，啊，有影足温暖足热，足大脾气哦。所以今年看起吼，可能嘛是多端多变化的一年。啊，所以讲，健康需要吼，咱大家吼，做伙哦，啊来团结，来交流吼，来分享安尼哦。啊，互咱大家今年的健康吼。都会使抓到机会就好好发展吼，啊，来发展安尼。啊，若讲机会拄啊无较无拄啊好，就袂要紧。吼，咱就先，等于讲啥？潜龙在天。